我喜欢被游戏感动，但是我更喜欢一个不作弊的 MC 服务器。我的世界饼干盒子为着国内 MC 事业而努力。你们这个饼干盒子有 bug 吗？卡 bug？ 我们这个什么叫我们这个？你再说一遍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，你们这个，我们这个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就排外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因为饼干盒子大陆的，所以你就说你们这个？最后就你就和微博上那些说你国你国的人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饼干盒子的这个构成，我是有参与其中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吗？你们这个，你们这个，看，观众都所有人都在骂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我猜这个视频在 YouTube 上肯定会有很多顶，完了，对吧？为什么在 YouTube 上面很多顶？在优，哦，优酷上面很多顶，因为 YouTube 台湾人看我的多呀。那为什么会有很多顶？这是个反话，兄弟。OK， 好。OK， 我们选个队哦，蓝，蓝。蓝蓝州香菇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香菇蓝州，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国际学校，哎，不对，这是内蒙古，新疆的这个国际学校，这你妈全都是新疆人，这肯定的，但是你分不出来的。没有没有，这看起来真的都就他妈是一脸那种中国样。哇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解释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哇，什么叫他妈一脸中国样？他妈这话你会说话吗？什么叫他妈一脸中国样？打住！这都不是我给你起的。中国括号港澳台在内，港澳台在内。哦，不好意思哦。OK， 行。这个因为台湾人不能说。你要否认？你这个是预先的这个把台湾排斥在这个中国外面哦。不是你自己都说你们这个中国人样是吧？你是什么说的吗？我就是一脸就是这个中国样，对吧？哦，你应该说一点都是我国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说一点都是中国样，这就不对了。完了。对啊，你这都不是我给你故意洗黑，你自己就是挖一个坑往里面跳，这真的是。我跟你说，网络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，所以你如果说任何一个词、一个字、一个发音啊，一个这个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，你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完了，混不下去了，完了。混不下去了，混不下去了。我这是让你准备好这个，你当成拾荒主活了以后的这个残酷人生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啊！你现在有体验到吗？你有体验到这个问题？我已经体验到了。比如说这个视频的评论区，估计就是他们说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和我没关系，真的。哎，这你妈，这很伤心啊！这就很伤心啊！开始啊！这个标题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台湾竟然有网。不是大陆黑台湾是政治正确，所以我如果说这个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这个优酷上面，但如果是在 YouTube 上就完了。 YouTube 的各位，我们都是在开玩笑，我们都是在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在说开玩笑。这个背后的用意呢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大家都懂的，对吧？什么什么什么，这叫一个梗，懂吗？你这叫梗，这叫梗。你在玩梗，你是用玩梗洗白啊？哇，真的是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用繁体字了不起啊？可能，妈，我这个还那时候是没有来得及调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写法就只能大，你就是觉得自己是用繁体字特别了不起，对吧？可以不要再挖坑了。你是不是就是优越啊？哇，我死了。这个我还是玩这个游戏还是这么菜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没在聊游戏，其实。对啊，我们应该拉回点正轨，你知道吗 ？OK。这个聊游戏的吧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C 的 Minecraft 游戏世界。今天我们在玩起床战争。不 ，yes。为什么不？今天我在玩起床战争 Minecraft 游戏世界。哇，绿队没有了，哇，绿队已经死了，绿队已经完了，这么简单吗？我完了，死了。观众叫你学武秋风，你知道吗？跟你讲啊，做出自我，对吧？你这个台湾口音是哪个地方的？这没有地方的。在这边生活那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我有台湾口音，所以是广州的台湾口音，都假台湾口音。我感觉我没有台湾口音，我感觉我已经偏差很远了。是吗？你这个想法就很二逼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十分的二逼和垃圾。看到一个人掉下去了。如果我们有个分析软体来分析一下你的口音，我跟你说，绝对是给你自信心一个致命最后一击的，你知道吗 ？What the fuck？ 也是最后一击。最后一击，你知道吗？不就相当于如果一个人去了法国，那他们你肯定也有法文口音，你知道吗？彭卓，那彭卓，彭卓，彭卓，到底啊？彭卓，
Bonjour，Deja vu。剑桥高中，哎，他没有剑桥高中，我想去新疆读书。你去吧。买这个 hometown 吗？哇，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对吧？种族歧视在这里。怎么？就是哎，那是就因为我长得像新疆人，对吧？就不代表我是新疆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是你这种玩笑不能开。好，不能开，你知道吗？崩桌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开，真的不能开，观众会骂死你的，因为你是对吧？你得想好，你得想好，真的。走不下去了，三百米了，走不下去了。我明天要那个三频道，再见。哎，这个台湾人怎么你了？你这个主播超扯的，哇！不是，我觉得你又攻击到观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和我录视频啊？为什么和我录视频？攻击到所有人了，帮助你啊！你将要播两个小时是吧？两个小时才算一个有效期，有效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告诉过你啊。我有签约过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真的、啊？你签约多久啊？在龙珠签了3个月之前。不是，其他网站是三个小时签了一年，基本上是3个小时一个有效天的。我很久以前签了，我前很久以前签了。然后现在那个直播平台开始越来越压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不起火猫还是个好平台的，所有网站除了火猫都是在尽力压榨这个。不是我说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视频马上就要上传到这个 B 站，然后 B 站就不过审了。我没有说，我说啊，除了 B 站、优酷还有 YouTube 还有这个火猫直播，其他直播主播直播网站都是在压榨主播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有四个网站是非常良心的，优酷、B 站、YouTube 还有火猫。今日头条也是，如果他们做了直播，我相信也是不会压榨的，是这样的。说到这个良心网站3w.mcbigan.com、如果你这个玩 MC 发现有很多人在作弊的话，你可以到3w.mcbigan.com 下载你一个非常厉害的反作弊的 MC 平台。你是不是在玩原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作弊呢？然后你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还是很菜，然后你还是打不过其他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在作弊啊。但是有了 3W MC 饼干的这个饼干游戏盒子，你就会像我一样就菜逼也能赢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人在作弊。因为 CC 会开外挂啊。你在污蔑我吗？没有啊。你在污蔑我吗？请大家翻之前的那个启龙战争第303期、我删了你这样再说一句我就删，直接删了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删了。Oh yes， 这次盘中哇，我们又到了新的一局，这局叫做纪元，特别好玩。这次我们能聊游戏了吗？可以啊，必须。我从一开始就很想聊游戏，自从踏入那个敏感地带之后。OK， 我觉得我们这个洗黑应该是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开始聊游戏了。要洗白了。终于要洗白了。什么洗白？你是台湾人吧？我可以聊游戏了。我很无奈啊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游戏啊，对吧？我现在有7个铜币，特别的有意思。铜币，那么思思在这里呢，开了光影，光影，树在动，树在动啊。这个中间是。主导，主导啊，9398198，那么裤头卡了啊，裤头掉线了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这个绝对是裤头的网络问题。那么这局呢，估计就是要结束了。我要把我的 VPN 先关一下。好的，让我们跳楼啊。不行，我们要到 lobby 里面 ，lobby， 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再开局。然后发现我进不了 lobby 啊，所以你要退出游戏啊，早点开始游戏啊。非常感谢这个 QQ 五什么来着，送给我好多的666，感谢 QQ 569 B93 AE819 A9， 赠送给了主播666乘以十。啊，库床战争，我们到中世纪吧。库床战争，中世纪吧。